第四个。来谈所谓的关系哈。我要这样。我们标题应该要写到第四个嘛哈。我们昨天是谈到集合的基数嘛。嗯，对。然后这集合里面的元素个数，通常要谈集合的元素个数哦，要有限集合才能谈。无限集合有什么好谈？对不对？无限集合的元素个数就无限多个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从这个第四个小标题开始，我们来谈关系。那关系哦，基本上分成两种类哦。第一个，我们来谈元素跟集合的关系，会来介绍一些我们经常使用的符号哦，元素与集合的关系。OK， 第一个哦。我画一个圈圈哈，表示一个集合哈。我说过，集合一般来讲，我们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。假设这个集合是1028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班上的每个同学哦，像这个洪少淳啊，哦，洪同学，他就是班上的，班上的一个元素嘛，好，这 X。代表我同学，好，假设是这个同学啊，对啊，好，这个洪少淳啊，这个同学他是属于，他是落在这个集合里面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要跟同学讲一件事情哦，这个 X 啊，就是这个同学哦，他是集合里面的一个元素。那有关集合跟元素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会用一个符号来把它们连接在一起。这个符号我相信已经有同学哦，对他应该是有初步的认识。来，这个符号它是这样写。来，同学有没有看过这个符号？来，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如果我把它放大，这个符号它其实是这样写，其实是这样子。这个符号这个你也知道，属于，这个叫做 X 属于 A。写上去好。集合跟元素之间的关系啊 ，X 属于 A。认识一下这个符号，然后要学着去写这个符号。同学，这个叫等于，对不对？那等于这边画一点，这个叫什么？对，这叫不等于。那我问你，属于，对不对？这叫属于。那如果属于这里，我画一点，这个叫什么？不是属于。这叫不属于。好，你知道这些符号在使用上有一些类似的特性哈。那当然你也了解一件事情，一个元素它要么属于，要么不属于这个集合，它不会同时又在这个集合里面，又在这个集合的外面，这是不可能。好，这个我想同学是很清楚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发明这些符号呢？当然因为它使用上是比较方便。好，这个大家清楚。OK， 所以元素跟集合的关系，我们会用属于这个符号来做一个连接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。好，这第一个。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二个。我们来谈集合跟集合之间的关系。讲到两个集合之间的关系哦，比如说我这样讲哦，要简单一点。有时候我都在想啊，就是这个课程的难度哦，到底要控制在什么地方？想说教难一点，对不对？听说啊，你们这一届是历届以来最强的一届，这个讲的有啊，成中的老师认识的老师讲的，他说，他因为有学弟在成中教数学，他说，学长你们。接下来带这一届哦，这个数字很优，比前后几届程度都还要好。我想说，不错，真的吗？看同学假的，假的，我眼睛业障重。
没关系，我们拭目以待哦。开学以后，平时考下去就知道你的程度到哪里了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哦，应该是不会失望的。好，哎，不过不管怎么样啊，我们上课一定是按部就班的上。哦，因为我自己带好班的过往的经历哦，即便我带210、310。我跟你讲，即便在最顶尖的好班里面，还是有些同学会 catch 不上，所以我上课也不会说只针对前面那几个同学去上，不可能，我还是会从基本开始教。好，假设这是102班所有同学所形成的集合，对不对？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这个是第五排，对不对？来，同学问你，这个第五排的同学能不能形成一个集合？可以啊，那这个集合它是不是本身被包含在102的这个比较大的集合里？可以哈，所以我们这边来，我们考虑一个集合，这个集合它是落在这个 A 集合里面，它所有的元素都可以在 A 集合里面找得到。这个集合假设叫做 B 集合，好，我刚才讲第几排？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没关系。假设这只是个比喻啦，哈，这个班级里面第五排的同学所形成的集合，好。那当你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有一个集合，它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刚好落在另外一个集合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两个集合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会有另外一种符号来表示它，我们会用这个符号表示来 B， 然后用这个符号来 A， 哎，刚才我在其他班上课，然后说老师你写 B C A 干什么？这是不是 C？你看，这不是 C 哦，这个长这个样子，哎，有没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？拿着，这个叫做包含语的意思，这个代表 B 集合包含在 A 集合的里面，这个叫包含语 A。所以现在你建立一个观念，同学，元素跟集合的关系要用什么来做连接？所有。集合跟集合的关系，像这个要用什么来做连接？包含语。这个是包含语的符号，好，这个是所有的符号。这样给我把它举起来吗？可以哈。那我现在在旁边哦，做一个名词解释。来，我们写一个 note 哈，做一个名词解释。好，我们说如果A 集合，若 A 集合包含在 B 集合的里面，那么我们就给这个 A 集合一个名称，我们则称这个 A 它是 B 的，来，这有个专业的名称哈，这个叫做子集合。A 加到 B 的子集合，这个是这样子嘛？就是说有个 A 集合比较小，好，然后这个 A 集合整个包含在另外一个 B 集合的里面，好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A 集合称为 B 集合的子集合。其实子集合只是其中一个名称啊，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部分集合，你可以自己写上去，我不写黑板的话。也有人把这个子集合称为叫部分集合。它的一部分的元素所形成的集合，也有人称为叫部分集合。简单来讲，就是 A 集合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可以在 B 集合里面可以找得到。要写下来，写一下好了，没关系。这个刚开始，这个有用。这个代表 A 集合中，好 ，A 集合中的每一个元素哈。接在 B 集合中，
相信我们班哦，有些同学哦，这个可能已经有去补习班哦，有学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学校要认真听，补习班也要认真学哦，因为高中的课程跟国中的课程那个难度的落差，可能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哦，有些同学会刚开始会有点跟不上，哦，所以你在补习班如果有新学一些东西，哦，你要很认真的去听。那学校老师讲的你也要认真听，好，两边都去做一个吸收 ，OK。那接下来，好，这个我来介绍哈几个常用的集合。来，常用的集合，来，大家我们这边介绍第一个，你如果知道答案哈。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来你就跟我讲。大写的 N 表示集合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知道大写的 N 表示什么东西所形成的集合？哎，很好，来正整数所形成的集合。把所有的正整数呢收集起来所形成的集合。我们数学上会用大写的 N 来表示它。那有没有人可以再进一步告诉我，我们这些符号当然不是随便创出来的，这个是全世界通用的符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正整数所形成的这个无限集合，我们要用大写的 N 来写呢？为什么不用 M？ 为什么不用 H？ 它偏偏就用 N， 这其实是有道理的。你不然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正整数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哦，而你知道正整数又称为什么数？自然数。对，自然数。正整数又称为自然数。好，人类在发展数学的过程里面哦，这最简单、最容易理解的数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类，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一套数学的一个概念嘛。所以同学，自然，哎，你知道 N 是哪一个英文单词啊 ？Natural 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你晓得我的意思 ，NaturaL。Natural number， 我们常讲 natural number 指的就是自然数所形成的集合，好，就正整数，晓得我的意思吗？那我们的数器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哦，我们的数器会一直不断的扩张。我们本来是只有正整数，可是后来我们的数器扩张之后，出现了新的代号，来，同学叫做 Z， 来，有没有人告诉我 Z 是谁的代号？啊？什么东西形成的集合？整数，来。把所有的整数收集在一起所形成的集合，我们称为叫做 Z 哦。那我这样形容好了，来同学，我问你哦 ，Z 这个集合跟 N 这个集合来讲，这两个集合来比较的话，哪一个集合比较大？哦，我们讲大哦，就是你懂我的意思，就是说，是整数这个集合感觉比较范围比较广阔一点，还是正整数这个集合范围比较广阔？应该是整数，因为整数其实分成三个部分，哪三个部分告诉我？正整数、负整数，还有一个不正也不负的叫做零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把负整数还有零放进来的时候，搭配这个正整数，这个集合那个范围是不是会扩张？所以本来我们的数系只有小小的一个 n 哦，这个是 n 是正整数形成的集合，对不对？我们把零跟负整数放进来，哎，这个包含关系是。就扩大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包含的关系，那这个关系式就扩大，这个更大的集合叫做 Z， 可以吗？叫做 Z， 从正整数扩张到整数，没有问题。来，接下来第三个符号，哎，这个符号叫什么 ？Q 代表什么数？有理数。好，这个有理数我开学会重新教哦，开学以后我会搭配课本的顺序去讲课。这样，待会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没关系。那开学之后，我会照课本的顺序，好，就不会乱跳，照课本的顺序去讲。那什么是有理数呢？你们怎么学知道？如果你有去补习班，应该也多少有点概念。有理数简单的解释一下，啊，谁可以说？说说看，没关系吧？我们是一家人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假的呀 ，family 呀，假的，假的，来。假的，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哦，你是假，我知道啊，来，是假，来，有理数，有理数，
么醋叫有理醋？有道理，道理的醋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啊，是假的。来，你仔细看哦，所谓的有理醋哦，其实你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哦，凡是可以表示成分数形态的数，凡是可以用分数形态的数写出来的，称为叫有理数。好，仔细听哦。好，我现在就先用嘴巴讲哦，叫做有理数。比如说像什么东西呢？二分之一，比如说像三分之二，这个都是可以用分数形态写出来。我这里指的分数形态是指分母跟分子都必须是整数，而且分母不可以是零。因为分母是零没有意义嘛，能够用这种形态表示出来的数字，我们通称叫做有理数。那我现在问同学一件事情，整数算不算是有理数？算啊，比如说像三，三是不是可以写成一分之三？对吧？所以这个有理数的集合，其实是把这个整数再加上一些像这种形态的分数，所以它的数系是有变大。又膨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 nz 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又变大哦，叫做 q， 好，有理数，了解哦。暑假的时候上一些东西了，来 nz q， 接下来有一个数叫做 r， 哎 ，r 叫什么数？实数，很好，来 ，r 叫做实数。先等你，好，你写一下什么东西，好，这个，开始吧。那先告诉我一件事哦，为什么实数要用大写兰码的表示 ？Real number， 知道这个码是哪一个英文单字的缩写吗 ？Real， 对，真实存在的，好，真实的数字叫做实数。那这个有理数哦，它怎么进一步扩张到实数？它其实是把一些东西再放进来。你知道它把什么东西再放进来了吗？根号。根号是什么？比如说像这个根号二，以后我们会证明哦，根号二是什么数？是无理数。这个根号二没有办法用这种分数的形态写出来。这个根号二是无理数，它是可以证明的。如果是其他班同学，我只会跟他讲根号二是无理数，你可以接受就好。但是我们班的同学是要会证，你听懂这个落差？好，像根号二，那比如说我问你，你以前还学过什么无理数？你只学过这种吗？是吗？还学过什么？你们的学习历程这么频繁，你都学到根号二、根号三、根号四、根号三啊？还有人讲根号四，根号四是无理数吗？根号四是二嘞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你们很熟的、啊，拍认不认识？拍叫什么？圆周率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近似于 3.14 左右的一个无理数嘛。好，圆周率它是一个无理数。那好，你看哦，实数其实它分成两个部分，它分成有理数跟无理数。所以当你把有理数再把这些无理数再把它纳进来之后，它的数系就进一步扩张。来，这个称为叫什么数？这个称为叫实数。你从小到大学的数学哈，基本上都脱离不了这个实数的范围，都在实数的这个系统。好，不管是根号啦、分数啦、整数啦、正整数，都是在这个范围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写成包含的关系哦。来，请看哦，同学，正整数包含在什么里面？整数里面。哎，这集合嘛，两个集合之间的关系要包含的。我这样写可以接受哈。然后第一包含在谁里面？Q 包含在谁里面？ R 里面。好，了解吗？旁边写一段文字哦。数系啊，它是一种包含关系式。
系哦，我们的树系会扩张，哦，它是一种包含关系式的一种不断扩大的概念，树系会一直不断扩张。树系之所以会扩张哦，跟我们的需求是有关系的，哦，而数学的发展一定是跟需求有关的。那我问同学，我现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，比如说负一属于 n， 哎，你可以这样写对不对？负一它是落在正整数这个集合里，错，这个元素在这个集合里面，对还是错？错，其实应该要写什么？要写不属于，知道吗？你现在看到这些符号，你有感觉了吗？我们已经开始在使用这些符号。来，那我问你，负一它属于 z， 对还是错？这样写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然后那我问你，负一它是有理数，这样写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哈，可以哈。来，负一它也是实数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好。那我可不可以让问一下同学，你们知道数系为什么要一直不断的扩张？需求。需求。什么样的需求？好奇心。好奇心。其实这个说法很多，因为历史在发展的过程里面，绝对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面向，对不对？你听懂我意思吗？不会说因为某个特别的情况，然后就导致这个东西就发展出来，一定有很多角度。那我个人很喜欢一个角度是什么？数系之所以需要一直不断的扩张，其实跟某一个需求有关，跟解方程式的需求有关。来，写上去哦，解方程式。我们学数学其实一个重要的目的啊，除非你学的是纯数嘛，不然一般来讲，我们都是希望可以跟真实的世界做一个连接，透过数学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真正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学数学的目的是这样子。那解方程式哦，我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方程式，对吧？来，比如说我现在写哦，然后你要解给我看哦 ，x 平方减四倍的 x 再加三等于，同学问一下，什么叫方程式？含有未知数的等式，其实你可以把它通称叫方程式嘛。像这个叫一元二次方程式，来，同学你，你们解这个没有障碍吧？有。我们班不要慢慢讲啊。讲一下。讲一下。我靠。这个这个。这个解这个，你们以前怎么教？因式分解，十字交乘，十字交乘是指说这里是 x， 这里是 x， 它这里是负一、负一、负三这样子，是类的这种东西，再这样吗？这好 ，OK 吗？哎，所以这个 x 解出来是多少？一个一三或三哦，好。不要开玩笑，来写上去，好，写一下，好，我来看。大家因为我们是好班嘛，我讲一个小东西让你们知道一下哦。好，比如说像这个 x 等于一或三啊，我们有看过，有时候同学在写考卷的时候。比如说写那个计算题的时候，有同学答案会这样写 ：x 等于一，逗号三。同学，你觉得这样的表示法恰不恰当？其实不太恰当。这个逗点啊，其实它有一点模糊的空间。我们在数学上要求的其实是什么？要很精确。因为你这个逗点，有时候我们在逻辑上会讲或跟且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且。以后我们会讲或是连集，且是交集。好，那你这个逗号有时候会给人一种模糊的空间，它到底是或还是且？所以我们会建议同学就是尽量避免这种写法。好，你不要写逗号，像这个就是一或者是三，你就把它写清楚。那有些人他如果不想写中文，你也可以这样写啊 ，x 等于一。你们知道或的符号怎么写？怎么写？就是哦，你写英文是不是？嗯。一或三，这样我也可以啊。那有些人你也可以这样写，你写一，然后写一个 b， 三，这个 b 小写的这个 b 哦，它就是或的意思，你懂吗？
好、哦，你打你写这样子也可以，好、哦，写这个也可以，写这个也可以，好、哦，知道一下我们的写法哦。好，这个方程式解出来，它的两根是一或者是三，都是正整数，对不对？来，同学，那我再写一个哦，三 x 平方来减四倍的 x 加上一等于。